我是买了这款很久，但是一直都没碰，呵呵。哎呀，我也是最近有人买给我才开始玩。想说来试玩看看，我们今天带杰克，嗯，试玩。请问现在我们晚上要做什么？就杀怪吗？杀怪啊，打怪。对啊，杀怪啊，对啊。就是一开始就是挖矿打怪，然后砍木头。都给你。你开台了吗？开了。你给我什么？你好。你弄好四冲，这样。哇，我死了。啊，那开台这边刚开始呢，就我这边有设定那个标题是说，我这边死一次就抽一次奖啊，好哦，那还不把那我还不行，我们赶快死，不能，而且为什么有人会有那个啊白痴哦？我刚刚讲打史莱姆掉的，真假的？会啊，他会掉回忆药水啊。哦，你好，所以你喝下去了。嗯，那眼球怎么打、啊？跳起来打、啊。他这么的光哎，这样吗？要、那個、白痴哦、喔！等一下，变好笑。盒子。嗯，今天玩泰拉瑞亚。我是调一下中文好，那怎么调中文？一样在外面嘛？是不是在里面不能调？下载的时候就要弄好哎、欸。哦，好。啊！你为什么不从根部开始挖、啊？我、不知道嘛。强迫症。等一下，你不要以为不知道就可以无罪哦，就真的不知道吧？那你们为什么都有这些东西时装啊？对啊，时装不影响防御力什么的，就只是一个时装、哦、而已、欸。之后你会拿到哦。像素小妖精是谁啊？啊，我啊。选哪一对？兔子给你。这个是点点点 ，OK？ 哎、欸，刚刚独角兽头在谁身上？在我身上啊，那给你。他、啊、那个是谁？哦，向导哦。你是不是认不清？是玩家，是玩家。啊，爆料一下，那个杰克啊，第一次开这个伺服器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人，人家不知道那是向导，以为是有玩家入侵，他就马上关游戏。那是谁？关掉，快！怕爆。啊，选队伍吧。怎么选队伍？什么意思？按 ESC， 右边有六个颜色，选蓝色。六，这个吗？哎，哦，哎，好，这里要怎么上去？看我像不像项目啊？我还蛮像小妖精呢。按按按按，然后另外工商一下就是。小雨、允月、团团、泽平跟轩他们那边在举办平安京的活动。标题没改吗？有啊。嗯。哎、欸，标题改不了，兔子你帮我一下。等一下哦。好。哦。不行。太会登出了吧？好奇怪哦。嗯。对啊，花椰菜头、绿藻头，好奇怪哦。制作，一开始要制作什么啊？对啊，先做工作台。工作台啊，工作台怎么做？搞创意啊！你按 Yes C 之后，左下角会有一个符号，一个制作的符号，哦、制作窗口。啊，做东西一直都是在那边做。然后我接近工作台就会很多更多选项，知道吗？对，哎呦，聪明，哎呀，孺子可教也哦。上次讲的还是有的，有的。其实我都忘光了。一开始就先来整地。哇，有金墓碑可以放置，哎，是什么？别人的吗？那个就是你身上钱越多，你死掉的那个墓碑也会。样子不一样，需要放吗？还是就你想修鲁兔可以啊？不会啊，他已经挖掉了，就没有那个了。但是那我可以说，那是兔子的墓碑。好哦，来回来。杰克，问一下 shift 是什么 ？shift 拿火把。
哦，快速变火把吗？对，登上去。哦，是我，你刚丢了什么？加按右键就好了。太空生物衣面具，擦毁，好恶心哦！那不要擦啊，看起来很恶心。但我就不。哦，好，李金，帮我彩调好了吗？还没。帮我用。那、啊。对不起嘛。谁哦？我们有像素小妖精、杰克、史莱姆杀手、Jerry 二，还有点点。嗯，不是史莱姆杀手啦，不是哥布林杀手。因为这里没有哥布林啊，因为有哥布林杀手了，所以没有史莱姆杀手，所以我来抽。我只有标题改不了，一分也改不了。史莱姆，改史莱姆杀手。还是从小被史莱姆杀怕了，所以就是史莱姆杀手。曾经被史莱姆凌虐过，知道吗？对对对，感谢啊！有忘记那个滑鼠让他怎么有边啊？边框框就是不是有时候滑？建议是不要框比较好，不然你放东西有时候会跑位置会跑掉。我想说好像不是说会不够，就看有时候看不太到。他因为他的那个会自动帮你去举去哪一个地方最好哦，没有啦，他是说那个啦，哦、白色边边啦，因为他找不到滑鼠。哦，选光标。然后杰克来左边看，这边有一个那个箱子。对啊，那里有光哦，设置光标边框颜色吗？然后白色。神我的神哦，有了。好了，来了，嘿是。这个世界会有箱子，就像这样子的那个掉落宝物箱。嗯，右键吗？哦，你的人生第一个箱子。好哦，可以都拿吗？可以啊，全部拿去。可以啊，全拿走。拿走之后把箱子敲掉。是塞姆杀手哎！我靠，这怎么只有打一滴血啊？啊对哦，刚才前期哦。怎么打箱子啊？不是拿斧头吗？里面要空的，空的之后拿稿子。斧头就只能真的拿来挖木头而已，稿子是挖建筑方块用的。我还以为是买块呢，好难打、哦。你在干嘛？啊，打怪啊！啊！不要拿木剑啊，那个太烂了啦！拿木短刀啊！短刀那么短，杰克你太短了啦，不行啊！好啦，爱秃鹰。跑啊！会死啊！啊！要死！不行，我不能死。你们可以死，我不能死。带去盘是不是？他有赌奖哦。没有，不是，是我。哦，你要抽奖。抽奖啊！不能，我不能死。上不去，上不去。好、啊，我怎么都只打一啊？有没有比较？要死！好痛！没有，抽奖只有我这边有了，其他人没有了。哎、欸，杰克过来啊！你想死是不是？没有，还是杰克你想办抽奖？没有，我没那个，我没那个钱。有的话也是可以啦，但我现在没有。被剑尾到了，杰克差不多死了。这里一只雄狮，打他这一滴。我要死掉！哎、欸，有，哎、欸，山姆。是啊！哇！仪式来了！仪式来了！啊！什么东西？啊！有怪啊！看来就是我刚那只红的。这是什么？啊！我怎么不能死啊！啊！我死了！你以为你躲在地底就没事了吗？别忘了还有我们啊！怎么那么多奇怪的怪物啦、啊？你要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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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钱呐！我要干什么？哦！打乒乓球喽！打排球！不要打我这！打排球！
跑好快。上面的话也都是要垫上去吗？元气是这样，要不然就用绳子爬上去，绳子可以从地底升空。可以用那个木平台，木平台还蛮有用。前期是 用那个叠的话，可以直接往下。哦，哎，你这样是不是想阻断我们的路吧？啊，用木平台啦。哦，真的。木平台，他也是要工作台才可以弄吗？哦，没有啊，有木头做就可以用了。对啊，刚开始为了开杰克，开始太 OP。嗯。这次打不死人啊来了一滴是要打多久要修啊有比较强的道具吗还是就要挖矿了找啊找宝箱或者是或挖矿或者是用做的也可以哦看最难打哎、欸那、啊、这雨神是垃圾跑，垃圾快跑！又来了，我跑了，我跑了，一丝来了！我跑了，我跑了，我跑很快！不要！是谁的？你快快跑！哎呦！垃圾快去整人啦！在守护公主对不对？在保护公主，难怪你穿成这样子。对、啊，难怪你穿成这样，哈基公主，哈基公主，呀，我回去找有没有那个什么针叶林哦，他们一开始做的武器好像就还不错。想去沙漠挖仙人掌啊？仙人掌也有武器可以做吗？有啊，仙人掌剑啊。哦、oh, ，那一只封在那边、啊。可是那个蚁丝在那边就是很机车啊。对啊，到那边还没机车受得了。怎么？那这个木平台怎么用？就叠啊，一样是当方块来叠啊。只是它好处就是它可以从上往下直接往下这样子。哦。极矿。魔法。我好像叠这东西有点小障碍啊。嘿，叠东西，你是说它那个会有一个框框一直往那边盖，是不是？我没有框框啊，就是没有框框。因为按 Ctrl 它有一个是引导帮你盖某些角落的那个位置。哦。那、啊、有时候按 Ctrl 可以切换，我是不喜欢它那框框抹出来。哪里有音乐，我都不知道我在点哪里。就滑鼠的位置啊，就是有时候点的很不准或放东西吧。那个准度需要练习，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准的。对，是是是。不要太阳，不要太阳，不要太阳。哦，好了好了。哦，哈哈哈哈哈。啊，那个杰克敷衍的，不是有分背景跟？哎、欸，背景要自己。背景目前应该用没有用吧？要锤子，要锤子才能挖的。锤子锤背景的。哦。跑跑跑，先跑先跑先跑。嗯。嘿咻，哎，嘿咻，我一把给我来料理它。哎、欸，右边是丛林哎、欸，已经破完了 哦，我已经破完了七次了呢，七次了呢。右边是因为带新手啊，要许我。那是这个地形是可以生存的吗？因为你们这不是有在。在挑地形哦、喔，你的地形刚好很完美啊！哦，对啊，这个森林地形很大片，一般地形，嗯，对啊，你要许我，那就甜了，耶、yeah, ，灵活，哎呦，哎呦，这个树会比较好啊，右边死人鱼太多了吧？塞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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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哈基更像新手。杰克版就新手啊，我真新手啊，对啊，哈基是有玩过啊，他真新哦，新手，我是真心哦，一个礼拜的新手，真心哦，哈基是假心哦，嗯，他杰克是真心症的小杰，小杰，我是假心症的，好像是这个礼拜底吧，还是下个礼拜，那就可以当真的当真心症的啊，小子。小姐，小姐，这怎么小姐？
这个木平台怎么猜啊？啊，就一样。我刚不是说搞着猜，搞的都是搞的拆建筑，搞木头用砍。啊！我的血不要、哦。我觉得晚上了有点不太妙，我觉得我先往前，我走了。嘿，对。我觉得有点不太妙，我必须要往回走了。啊，对耶，哎、欸，这样就好啦。不，嗯，这样、啊、不可以，不可以，你这样怎么玩啊？对，这游戏就不能成立。要回家。欸、对呢。那就回来啦。那血有满吗？没有，不会满。你今天做火堆吧。家里先放火堆。工作台，这里工作台的吧？有。好，你们火把会插得很整齐吗？不插。我自己会插很整齐的、啊。好吧，啊，几个插一个。